我人生第一次，你说什么感受？炸点就在我的脚下，在我的后边。当时我就麻了，翻一条之后我就麻了，我就在那我就不能动了。来，椅子先来。好。他们当然每个人都来扶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最好这时候都远离我，别扶我，我觉得我的心脏可能会骤停。没有人啊，我撞的那一下，撞后背那一下。刚开始我都发怵的，你们导演。做演员的，去，杨哥，请杨哥说。但觉得人生还挺有意思的，还挺有意思的。